太强了，把这球丢了。
球位好一点啊。啊，安古，准备看球，请把球丢到球棒上面。好了，预备，安古敲。再敲一敲。好，再，好，再一球来。再那个。好了。对。乌拉天。风啊！风啊！好，踩着。哦，好棒！来，要站在这里。得分了，好厉害！好，回来。好，哎，来，妈妈教。好，准备跑。好，准备哦，妈妈一起来做哦。这样子跑会不会？这不能换我们手了吧？哎，快跑，快点！Out. 好美，输得很漂亮。男主的。好了，安古玩，看看接下来那个呼啦天哦，好不好？安古玩就握小孩的手。好，我说跑你就跑哦，好。不用管，好啊。跑好，这边跑啊。好了，这边哦。呼啦天，呼啦天，跑跑跑。好球。这是捞球，捞球的。投手加油哈，准备打。准备打。哎呀！赶快跑，还真抢哎哈。安古，赶快跑！再跑，再跑，再跑，再跑！安古，安古，赶快跑！哇，等着你了！安古，赶快回去！好，没有关系，我们这边站两个。好，站两个。我们这边站两个。安古，你是要跑的，是要跑到那个呼啦天，知道吗？啊，加油！我要防守啊！不要上来，快点！
哎呦！你要投好一点、啊。要说话，佳雅。来一点投，你要投好一点、啊。好一套。哎呦，这什么定杆？量好，到了一个。量好了吗？定杆了。你还是给你替我保送好了，来。贴屁股。不然我就很丢脸。好球。坏球。连好两块。那你想把它结束嘛？快嘛！妈妈不要讲我。来看看球。投手压力很大哦，姿势很多哦，还在那傻笑哦。坏球。连好三坏。连好三坏。好球。爸爸。不算数，插棒不算好球。没有没有，算好插棒没算。这样最公道。棒球规则就是这样啊。快点，来，再给我一密码。快点啊！好球。好，死了。啊，我死了。这个才叫死的。哦，妈妈跟妈妈加油。哦，换老师哦。黄宇翔，有冤报冤有。哦，一好球。加油！
冷吗？你刚才的鞋子呢？在车上吗？对。我刚才放在车上。还可以吗？你吃了吗？来，
要压对的话，记住，黄色是大，黄色就是大神啊，这是大神。好，大神压在脚上面，然后从这个左边过到前面，对，好了，好，然后这个还是大神，对不对？好了，好了，我好了，还有三个，你打上去打这个球转下来。请那个入团宣誓的那个小狼的爸爸妈妈来这边。
这边，这边。再这样，再这样，再这样，我们再这样，再这样。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为我们的老宝宝戴上属他们的帽子。欢迎我们蓝宝宝的加入，欢迎我们。
亲的家长和家属。好，再一次的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领巾代表什么？背心代表什么？帽子代表什么？那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今天你穿上那件背心之外，它不就是没有是这样就结束咯。我们接下来参加所有的活动都会颁发所谓的进程章，代表了一些章。那我在这边先跟所有的蓝宝宝来讲，你们之后参加什么活动，我们团这边呢会制赠什么章给你们。那之后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请爸爸妈妈把它贴上来。那今天先是入团的所有蓝宝宝都会有一个叫地球章。这个章叫地球章。那地球章在什么时候会颁给我们蓝宝宝？就像参加四次活动以上，他宣誓入团之后呢，第一个进程章，这是进程章，就是地球章。然后呢，再来呢，我们参加3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会颁发这个星星章，就是第二个进程章，就是3到4个月的时候，我们会颁发这个星星章。那接下来我们会颁发月球章，那月球章在什么时候会发给各位哈？这个大概参加6个月以上，我们就会颁发第三枚进程章，就是月球月亮章哈。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章是什么章？太阳章。太阳章，太阳章要参加多久呢？一年。好，真是聪明，你看我都还要背。6个月以上哈，就可以得到这个什么太阳章。所以来，蓝宝宝告诉团长，那水果章呢？水果章是肚子饿的时候翻的，平常要给吃的啊。等一下再告诉你们，来告诉我这是什么章？进程章。也就是说，你们参加团体会几次？你参加团几次之后呢？四次。好，告诉我刚刚我讲几次啊？四次。在宣传团之后，对不对？好，这个呢？3到4个月，对不对？那这个呢？6个月以上。这个呢？一年。好，所以呢，你们在团的时间越久，好，那我们团就会颁发一些进程章给你们。好，接下来呢，要接到这边。没有，我要吃水果。这边接下来就是我的。Thank you.
都是对啊。那我朗读谁代表？有没有去？没。谁？杨慧文。哦，又是杨慧文。还有。Thank you.
会很美呢？因为有你，也有我，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有高原很多的一些长官贵宾来给我们莅临指导。首先，先请我们的孙长阿姨啊、来给我们勉励。哦，不要的，他是说不要用讲的，他要用唱的。还有我们的会长，罗会长。啊，这边。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哈、哦，爸爸妈妈，因为呢，有人说主任你怎么戴眼镜？平常都不戴眼镜，看你戴眼镜好丑、哦。结果我真的看不到大家。好，很重要的。好，我们也谢谢村长还有会长哈、哦，给我们这个这次的会，音乐会呢带来一些光彩。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节目啊、哦，尤其大家都有拿到节目单啊、哦。那首先呢，要为我们上场的是2年乙班啊、哦，2年乙班，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色衣服的这个不是圣诞老公公啊、哦，而是他们的老师啊、哦。然后郑霞欣老师他们要为大家带来《斗牛士进行曲》啊、哦，《斗牛士进行曲》。然后我们那个掌声来欢迎他们20几位的斗牛。演出。
出的叫《斗牛士进行曲》。那第二个节目呢，为大家表演的是一年甲班，一年甲班王若璇小朋友，他带来的内容曲目是《歌良好》跟《威尼斯狂欢》。这几个美丽的小公主、小王子就开始不断的哼唱。那接下来也是让我们更熟悉的一首曲子，是由四年丙班黄伟翔小朋友所带来的《顽皮棒》。
有没有打字？说啊，日语，是，大家还说。大家好，很棒。毛泽东，有心情安排哎，听到冰海加开水，水平安排。水平好了，怎么过去 ？Appear and all that。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Go on and hello, country. Let me see the egg. Oh, this is a perfect egg. How is the egg that cannot be? The egg breaks as a duckling comes out of the egg. Pippi, I'm out of the egg. You see, it's a perfect baby. How ugly. Go! The old duck pushes the duckling away.Crossing, you are not a child. You are my own child. Dear children, now let's go to the pond. I have been to the swimming. The ducklings are walking, following their mother. Appear to young duck. They kiss the ugly duckling. Thank you.
little one. Two pounds. Yes, it's not so bad. Three pounds. Thank you. I try to leave a little more. Thank you.
睡觉。哦，是丑小鸭。Thank you.
一下。这位小朋友三年级啊，他主动的，这首本来我们是清唱，他主动问我们说，主任可不可以帮我们伴奏？我当然是很高兴的，当然掌声加鼓励。好好认真念书，好不好？
我好 ，Thank you， 谢谢。来 ，Selena's father，Thank you so much。Wow, thank you to those parents for their costumes. They look so cool. Next up, we have the cuties from K1A, the little guys, and they're going to shake their bums to Jingle Bell. Yes, they are going to shake their bum. Let's welcome K1A Jingle Bell song. 我们欢迎我们 K1A 的小 baby 们，好不好？掌声鼓励鼓励。简单的话剧。What's the name of the drama?The Christmas Show. The Christmas Show. Plain, simple, and beautiful. It's simple and beautiful. And fun. And fun, yes. Okay, 我们欢迎我们 P2 and P4 的小朋友。好来，谢谢 K. Let's put it together for P3, P4, P5, and 1P6. P5. 各位家长们，我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尽情的欢笑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节目呢还有三个节目，希望家长们都不要先离开，好不好？待会呢，我们有圣诞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然后呢，爸爸妈妈也可以吃巧克力啦。你们大家都要留下来跟我们共度最后一分钟，好不好？好。对 ，Jump Start。Jump Start。Yes, Daddy, Mommy, Teachers, yeah. 他们都要感谢爸爸妈妈。OK, 我们现在欢迎 P4 的小朋友。Come on, P3, P4, let's get it on. Why do you need a microphone? After we are finished, I lift up you and cook.
our beating heart. On that, he put some new decorations. On the tree, including some new celebrant angels. And he has sprinkled the branches with snow. Of course, he has left some lovely grown-up gifts for mom and dad. You better be good! So we sit down to eat our holiday dinner. Yummy, yummy, I love turkey. I turn on the radio and Frank Sinatra is singing. Thank you, Bingo！ 我觉得这个威廉妈妈哦，真的好有威严，每次都说 You better be good。我们妈妈在家有那么凶啊？你最好给我乖乖，有没有这样啊？没有，我们都没有，我们都很温柔，对不对，妈妈？有没有？有。OK， 我们谢谢他们，妈妈照相照好了吗 ？OK， 好。谢谢我们的 Beatrice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大海獭。Why? Thank you, B3 and B4, you crazy bunch of people. 接下来我们的大海獭，我们有一个 P1B 的老师 ，Miss。对，那其实就是。多一点啦，有自信一点啦，看到了。OK， 好，好了，这样，好了，好了。可以了，没关系，我在拍了。好了吗？好了。来，有多少几张啊？我是拍影片的，是吧？好，再拍一次，再拍一个动作。好 ，OK， 好了。
的